腓利门书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，和妹子亚非亚，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。愿你与神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亚尼西姆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，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写的。此外，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，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里达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都问你安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。阿们。